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还是拍一个vlog 给大家。那么今天的 vlog 有点特别，因为今天我要带大男生去做模特。Uta TV。大男生人生的第一次做模特，现在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上四节赏樱花的影片，然后其中呢，蛋先生就认识了一个摄影师，然后他就是一个美女摄影师叫油灯。哦，你好傻笑啊！然后他就看中了蛋先生，说想拍一集模特和宠物为专题的一个摄影作品。今天我就带蛋先生去油灯姐姐的家拍摄，然后模特是9点到，我跟蛋先生应该就是8点半到，非常非常非常紧张。因为蛋先生是很奇怪的一个兔子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镜头感的兔子。大家都知道兔子看，因为他的脸眼睛是这两边嘛，如果兔子真正看你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侧着脸这样看你。但蛋先生没有，我一讲开机了 OK 了，然后他中脸他肯定会对着镜头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镜头感的孩子，他会看相机，而且他比较乖，就是很会跟人合作这样子。因为蛋先生也是非常喜欢拍照片的一个兔。昨天晚上我也跟蛋先生说，我说你今天就是要拍一些影片，就是比较好看的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他这两天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梳毛，每一个小时就梳一次，每半个小时就梳一次。所以我觉得蛋先生应该也是一个蛮努力的孩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出发。我就带他最爱的这一些小零食，然后还有一个帮他梳毛毛的梳子，因为每天都有帮他在梳这个。15 minutes later。Hello， 记得吗，油灯姐姐？宝宝，Ah, cool! Oui. Trop bien, donc tu fais un peu vidéo backstage? Oui, c'est ça. Ah, ok.现在拍完了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呢就决定去我们附近这里找一个地方吃东西。我们到这一家是乌塔设计的餐厅。Oh my god！ 看到自己以前做的东西，好丑。进去。然后这些牌牌都是我设计，之前帮他。
脚是这样长的，然后它不能扯掉，然后是包。那你点点多少钱？哇，这个丑！所以这个 logo 已经变成这样子，它原来是这样子的。这个 logo 是我设计，但它弄得好丑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。那么现在乌塔就回家了，刚吃完回来，我帮他设计嘛，但有些东西有些地方其实他我自己觉得他是还不算是特别到位了。他们家有些东西还算是蛮好吃，他们就说酸辣粉。好，那么呢，今天的这个 vlog 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一点点喜欢乌塔乌塔 TV 的话，请不要忘记给乌塔点 like， 然后拜托帮他订阅乌塔 TV。那么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 Have a fresh video， 下期见。